大家好，我是法国测试哥。今天我们来分割一下青花鱼。青花鱼我们分割的话，一般性直接从它的鱼头的位置一刀斜刀进去，刀尖转过来，然后一刀拉过去，翻过来，同样的。我们快速的把剩余两刀分割掉。通常分割一条青花鱼的话，通常都差不多只要五刀左右，快速简单。现在我们把多面刮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它的内排处理干净即可。这样的话，三条青花鱼的一个分割已经完成，一般性只要五刀。老铁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。